首小河淡淡的响，美丽的琴音就落在我身旁，灯火中点亮你的星光，谁为我添一件梦衣裳，推开那扇心窗远的灯光，谁采下那一朵昨日的忧伤，我想你能免费上网，与亲人保持联系，同时享受网上娱乐内容。你也可以继续使用网上汇款服务，把钱寄回家。你也可通过电子付款，在宿舍里买东西，既方便又安全。